这次的手机呢，就是 T3 这一支手机，就是我们强调它荧幕规格就是比较大，就是4.3寸的全荧幕触控。那它的 Android 系统呢是采用最新的2.3，那就是它的相机规格是500万画素，那就是重量大概约150克。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是还有我们的一些加值服务，像是 Mesh 手机网啊，点进去那就是可以连接到我们很多所有的加值服务。我们最有服务列表点进去呢，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像模范网热购物的部分啊，还有 Match Market 软体商店，还有 MyBook 线，还有 Easy Peer 线上音乐的这些服务。那还有就是我们会主要就是将它所有的那个服务列表呢都列在就是手机的桌面上面，像 Match Market 的部分。这一次呢，我们 Mesh Market 有全面的改版的部分，那就是使用界面的话，就是会越来越人性化。那就是有游戏啊，或者是像 Widget 的一些小工具呢，就是我们很实用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很容易方便上手。那再来呢，我们这一次还有推出了像是，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 Widget。也就是有新闻、股市，那还有天气跟运势，都可以很及时的，就是可以知道我们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那再来就是还有 Easy Peer 的部分，就是用户也可以就是做收听，还有 TV 随身看。以及我们就是有某放的一些服务，就是生活的一些乐趣都可以知道。